圈舞动粉，同一个单纯梦想。鲫鱼宝宝们想看爱豆，只想看爱豆。于是爱豆直播间诞生，爱豆片场大合集，日常内幕早知道，带你见识你爱豆非同寻常的一面。导演突然间说要脱衣服，好久没健身了，所以赶快运动一下。据现场不知名工作人员透露的消息，舞动乾坤片场居然刮起了一股健身热潮，而这位小哥哥好久没健身，这身材也是棒得让人不能好好工作了呢。敬业的小编为了把福利送给大伙，也是来到了第一现场，为大家揭秘剧组最有看头的肌肉美男子。狼哥哥，你这身材不仅让咱导演压力山大，连跟你搭戏的女演员们也是没法不分心呢。啊呀，收！对，再次再次。乖乖，乖乖，下坐下坐，对。思琪，怎么会？上小手，上小手，上小手。看着狼哥哥被大家这般调戏，小编好想说，能不能让我摸一下，就轻轻的一下。Yes, the good life lets you hide all the sadness you feel. You won't really fall in love, for you can't take the chance. So be honest with yourself. Don't try. Hey, go.怎么样，小编推送的这道大菜喜欢吗？够火辣，够重口吗？